小夹夹的，等下我要开开。姐姐，你的这个吸氧机到嘞，可以吸氧用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啦？你身体这么好的，搞什么搞啦你？在吗？这个吸氧机，啊，给小夹夹用的。你要吸是吧，发财？你要吸的话付钱，好吧？吸一次10块钱，我要问你收费。小夹夹。我把吸氧机阅读阅读清楚啊，说明书搞搞好啊。这个可以让我多活几年吗？你一直这么看着，攒不攒这个事情？妈妈还不知道怎么用嘞，到时候我打开淘宝咨询一下。下午太阳不错，老头带他出门晒太阳去。小豆姐，自己去晒太阳，自己去玩呀，在家。自己去玩呀，对，晒太阳自己去玩啊。好久没出门了，有点头晕了。你不是要下来玩吗？去玩呀，去玩一会啊。主要还是体力不行，太阳好，你晒会太阳不太愿意动，只是自己去玩，去吧，去吧，不去了，去不想呀。昨天服用了大量激素的药，病情控制住了。现在一天要吃2次药，每次服用6粒各种不同功效的。以后的每一天都要和药为伴了。